Welcome to iFit TV， 我是 Caleb， 我哋今日练下背肌 ，Let's go。Lorraine 呢個動作咧，最主要係練背部嘅肌肉啊，同埋咧兩隻手唔使分得咁開嘅，埋少少向上拉，啱啱好，慢慢向上拉，非常之好。其实花多啲心思做一啲简单嘅动作，加上负重物件，就能够达至相同嘅健身效果啦。喺做运动之前，记住要做足热身，因为咁样可以大大提高身体嘅积极性，同时带动埋储存喺体内嘅脂肪，咁样就可以喺做运动嘅过程里面，脂肪充分咁燃烧啦。以上小貼士是由我 Sports Girl Lorraine 提供的。